告诉我你不知道张韶涵的造型是有多前卫。从2018年歌手舞台的20多套造型，再到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金色精灵、机械姬、黑桃皇后和花仙子，再加上今年张韶涵刚刚官宣演唱会时，宣传片所流出来的璀璨星河，几乎每一套都能够砸在90后的世界神经。而在如今动不动就要比肩身高的内娱，张韶涵却是和张嘉译另辟道路，不靠大牌和代言也能做得惊艳四方。就比如张韶涵今年演唱会出圈的五色元素，恰好符合张韶涵这次演唱会的主题“璀璨演唱会之夜”。要知道，张韶涵自2005年斩获台湾金曲奖，成功踏入华语乐坛后，不仅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做到了独一无二，其唱功实力自然也是不在张杰之下。就比如当初张韶涵在受邀参加《生生不息》时，所翻唱童安格的《伊利亚女郎》，更是险些将张杰的声音给压了下去。伊利亚，神秘伊利亚。